今天跟大家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啊，就是24号那天，我的亲哥也会来漫展一起 cosplay 啊。cos 的角色就是《使命召唤》里大家熟悉的幽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团长的亲哥哥，我老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。原先我18岁就离开了家乡去当了兵，转眼间就当了8年，也学了一身的本领。这次我也退役了。也准备好好的放松放松，回来守护你们口中热爱的团长。也很荣幸以这种方式让大家认识到了我。这次我会和弟弟24号去三亚漫展，我会 cos 幽灵角色，和粉丝宝宝们互动，也随时欢迎大家来集邮。24号那天，如果有线下能来的粉丝们，我会与我哥请大家吃顿饭。如果没有粉丝过来的话。这次我们去三亚，以后的话有可能去其他的地方，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与粉丝们一起线下见个面，一起出去玩一玩 cosplay。 这次没有去到你们地区的小伙伴们不要灰心，以后都有机会的。